好，我们先来示范一下，当快递在外面按门铃啊，然后我可以用这个智慧门铃直接跟外面的快递对话。比如说，我现在按这个米家的 app， 然后打开这个米家 app。好，有没有外面快递按门铃啊？这一颗哦，这一颗里面的这个喇叭，它就会发出很大的声响，你室内的人一定都听得到。那接下来我就可以透过这个视讯画面，直接跟外面的人对话。哎，请问哪里找？哎，请问哪里找？快递，请问云爸在吗？快递，请问云爸在吗？好，等一下就来哦。好，有没有？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比如说我现在在外面啊，我就可以看得到有人正在按门铃，那我也可以在外面直接跟他对话。哎，请问哪里找？快递，请问云爸在吗？云爸在吗？好，我现在不在，请你明天再来，谢谢。我现在不在，请你明天再来，谢谢。好，就是这样，我们在户外也可以直接跟这些快递啊、外送人员直接对话。